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前女友。很久没有人这样帮我煮饭，谢谢你。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，最近要追另外一个。女生喜欢男生主动一点，如果找机会接近他就是了。你一定认识那个神经病，你一定认识那个拍 A 片的。对，为什么没有人要跟我讲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明亮，当我男朋友。谁让我当做女朋友？我不认识你。